欢迎来到又上来上月第五里哦。今天呢，又是我们的床战挑战的第二集啦。今天呢，我们要来挑战什么呢？我们要来挑战把视角广度调到60，前视设定视野距离调到2，两区块，然后亮度调到昏暗，这样子。好啦，那我们就开始吧。好啦，那这是我们第一场，最高的是8星的，对，最高8星，然后一个其他都是没有 rank 的，只有我有 rank。好，差不多就这样。大家网络都很好，好，那等待开始吧，因为感觉有四星的，好，差不多就这样。这样子我 PVP 就超弱，所以今天不要觉得我 PVP 会有怎样的表现哈，我连一般控制我都已经不 OK 了，哇塞，好难控制。我没哦，有，终于啊，好累啊！今天这挑战我觉得是最难的一次挑战，上次还好，他只会挡住我，可是这一次的我觉得比上次还要难。三个，我们先等27。26秒。那之前我有讲过，我好像把它剪掉，就是我有委托一连大大帮我做我的 skin， 还有我的头贴，对，所以大概是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到啦。这个蓝，对，我们先不要去打扰他，因为我现在 PVP 是世界无敌烂的状态，对，然后现在我六星了，对，因为昨天这样练一练，有六星。哦，好，刚好3+3=6，简单数学。OK， 我们可以去买钻装。啊，我想到下一个挑战了，我可以把灵敏度调到最低耶。你们觉得呢？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我还是要这样自残，但是。灵敏度调到最低，应该感觉很我今天不会 PVP， 不要来弄我，真是跟你讲说今天不会 PVP 了，还在那边弄啊，真是没教养。他刚送我一个绿宝，所以还有三个钻石，所以应该是 OK 的。OK， 好，那就应该不会档案在那边揭晓了，所以 OK 的。那我今天讲话应该会。蛮
不算开心，也不算就是蛮平静的，因为我都很认真专注在这个超难搞的控制上。绿队还在对吧？今天我要打绿队，绿队你好可怜，你的床被我打掉，我真的觉得你可怜。Q A Q。四个，我们只要再挤四个就好。我们家应该没人，我刚升了 trap， 那希望这一次我会赢，希望。我觉得应该不会。这挑战我的目的不是赢，只是挑战好玩的啦。这样，好，现在呢，我们就来一个规则的战术。希望这时候不要有人来换方块的时候，最讨厌有人来。没有人，没有人。这场我喜欢。我超怕换方块的时候有人要，然后粉队怎么就这样死了？同学，粉队你干嘛？我觉得这材质把我黑曜石很像那个，很像煤炭砖，对。好，我们再去换一点木头。48个木头应该是 OK， 这样他如果没带稿，那这样要敲到千金百万年才能敲到敲完。是你玩键盘，你要玩得很烦耶。不知道蓝盖有没有在看一次影片，我 PVP 有没有变强？嗯，有吗？有吗？哎呀，我觉得好累啊，哦，手超酸哎，手是世界酸，你们懂吗？好好，再来，被木头卡住。我好像白卡，我在干嘛？36个 ，OK OK， 应该是 OK， 应该是 OK 的。站过来，站过来 ，OK， 有，这样这样这样，有有有，嗨，有人来了，对 ，Who are you？救蓝队回来，你行吗？谁啊 ？Hello， nobody here。等等，谁啊？隐形吧？到底是谁啊？我不懂，你是从哪里来的？他是怎么了？掉下去了吗？照理说他来，应该也会试着挖什么吧？现在有人在我家吗？有吗？吗？楼上有人吗？
怎样？好像没有人，好奇怪，看到人了，有人在挖，谁啊？谁？啊，你从哪里挖的？最强的是十一星的哦。What？ 同学，你还好吗？你好强哦。好啦，那今天的时光差不多到这边结束啦。主要来讲，我觉得就整个很难操作，然后手会超酸，差不多就是这样。好啦，那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那就在影片下方点喜欢。然后如果想要我做更多这种影片，那就在影片下方点订阅哦。然后呢，如果有想到更多更有趣的挑战，那这样就在下面留言吧。好，那也不用追踪 SCIG 啦。那我们就下期再见喽，大家拜拜。